关键朝天门江北四季坎大佛坎李米线八十万扎梁山街豆二饭泉水街从不独立我再到底独立买如果不是为了好事我来都不得来我不是挑刺也不是说百姓不好只是相比之下觉得还是五度最屌那里炸酱面很甜感觉始终差点脸那里人都很有钱路上到处是卡烟都是空气不太好天也黑得比较早处处车水一条标出门基本都堵到滴滴麻辣烫没得了你那他有锤子棒搞锤子那里的鲫鱼很多一样有很多假道每天吃烧菜成为最大问题我是真的真的不想吃黄焖鸡没得重庆味的生活很不安逸需要一点红糖火锅来当我的兴奋剂我爱我的重庆有火锅烧烤闺蜜我爱我的重庆有爹地妈咪大理我爱我的重庆有火锅烧烤闺蜜我爱我的重庆有爹地妈咪大理飞机它要飞一千步距离很远还好天上不得堵日子到几度到底那天才恢复钱想报到时必须学到先吃